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第一行，课题：悲言嫉妒。请看经文：心大悲，名有情，言辞变，受法眼，度我趣，开山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机福祸戒度彼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经文从护佛种心，护佛种心如何落实啊？这一段经文呢，就落实了啊，落实在以真诚、慈悲普度众生啊，心大悲，从这一句一直到真机复活戒度彼岸，一共有十句，表诸大事诸大事就本经来说，是指与会的十六真实，十六是表法的，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密宗用十六、二十一代表圆满，显教里面以七，弥陀经上用七，华严经上用十啊，都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他们代表世出世间法身菩萨，
啊，在家也能证得法身菩萨，啊，跟出家的菩萨没有两样。运用同体大悲，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明心见性的，才真正认识了，明白了。我们讲认知，认识认识，知是明了。明了什么呢？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叫同体。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就是一体。”这一体是自性。慧能大师讲的明白啊，简单，很容易了解啊。自性是什么？什么样子啊？他说了五句：本自清净，这自性的样子啊。换一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被染污过，自性就是真性，就是本性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本性本善，被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概念是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了，就提出本性本善啊。善就是它永远不会被染污，它永远不会动摇啊。所以慧能大师说，本自清净，没有染污，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里面内容包含无量无边，把它归纳为三条。第一个智慧啊，华严经上师尊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就归纳这三道理，用这一句经文来解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跟佛一样的智慧。佛的智慧不是修来的，是自性本具的。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啊，自性是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大悲是德啊，第一个是同体的智慧，第二个是同体的慈悲啊，这是德。第三个是同体的相好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你明心见性，你就能证得。啊，美好到什么程度？那是你无法想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接触到了，你就享受到了。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的小果报迷惑了。
啊，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善美慧呀，忘掉了。啊，什么人能证？放下六道十法界的人就能证。对于六道十法界有留念的人，他证，他没有办法证得。啊，他出不去，凡夫出不了轮回。啊，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原因是什么？不肯放下。啊，他为什么不肯放下？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啊，那么学了佛了，做了佛的弟子了，能不能放下？不一定。啊，佛弟子当中有三根之不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彻底放下。啊，他不但出十法界，啊，出六道，他还出十法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才能证得圆满呢。啊，第四句，慧能大师说的“本无动摇”，那是讲自信，自信本定，没有动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啊，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三乘菩萨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依旧在十法界没有处理。啊，所以他有分别，他没执着。啊，包括三乘。啊，也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包括这三大类，六道轮回里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一样也没放下。六道众生啊，啊，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明白叫看破，这张家大师说的。啊，看破，你还是没有看破，还是明白了，也离不开六道轮回。现在明白了，啊，死了以后一投胎，忘得干干净净。你是多可怜啊！如果遇到佛法再继续学，所以学归放下了，放下的真实利益了啊！为什么放下？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念头，
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意念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根本它就不存在。啊，这个频率多快，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算，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是这样的高速度的生灭法了，前念灭，后念生了。啊，但是要晓得，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相同的，不一样啊。啊，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么高速度的生灭法，无世界以来到今天，如果不能处理，将来还有无量劫。这里头找不到两个生灭现象是相同的，啊，没有相同的。所以这个现象，佛经上有说啊。相思相续啊，啊，相续是前跟后是完全相同，这叫相续啊。前跟后它不相同啊，啊，是相思相续。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讲的变数很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既然是虚妄了，怎么可以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啊，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个事情，只有佛法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啊，明白之后怎么办？明白之后啊，就要放下。这一放下就圆满了，真的受用，这就其如佛的境界。啊，佛跟三乘不一样啊，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这就是习气，贪念舍不得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处理了，处理六道轮回，处理十法界啊，往生道，诸佛净土啊，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们到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都差不多，都是一真法界。啊，那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弥陀的十宝图呢？弥陀十宝图跟诸佛十宝图有什么不同呢？那是弥陀十宝图里头有48愿，摄受众生，这一切诸佛里头没有，一切诸佛里头有的就是诸佛如来心大悲名有情，言慈便受法也。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啊，对待我们这些众生，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啊，啊，这个光是常寂光啊，是自信本具的光明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可贵到极处啊，我们有幸遇到啊，啊，还不能相信，那他又怀疑。我们能理解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这个怀疑很难断，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啊，像海鲜老和尚啊，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他了不了解事实，这些都不了解，没读过书，老和尚教他就他就相信不怀疑，真干啊，真信真愿往生真念佛，上上根人啊，知识分子不行啊！啊，知识分子是中上根人所以，如来大教啊，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啊，下愚怎么？下愚怎么？他没有怀疑，他就相信啊，他知不知道四十年不知道，他相信老师的话，老师不欺骗他啊，我们很难的，比这两种比不上，比上当然比不上，比下也比不上啊，下能不怀疑，我们怀疑啊，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啊，兜圈子，兜了30年才相信啊，那人家30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明心见性了啊，我们这30年兜圈子原地踏步啊，很幸运现在完全相信，这一步踏出去了，如果不是完全相信，你这一步没踏出去啊，这一步没踏出去还在原地啊，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确实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这就踏出了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一样，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一切法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根本呐！啊，我找到根本了，枝叶全放下了。
啊，真的受用。啊，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能得到这个层次，你心里就有把握，我决定往生。啊，决定没有怀疑，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啊，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啊，南大师后头还有一句，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一句就对了。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所以是一体。一体，问题就解决了。啊，一体，看到众生在六道，在十法界，能不帮助他吗？不可能的。啊，而且这是至诚心，至诚心里面生出来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啊，所以这个十句啊，标注大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德行，心大悲，心是心起，大悲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看到众生受苦，慈悲心自然生起来。啊，悯，悯着爱念，菩萨悲悯众生，普令诸苦，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故云大悲。啊，凡夫有没有悲心？有。有慈悲，不能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它有局限，它有情执。啊，他喜欢的人，对他有慈悲心；他不喜欢的人，受再苦他不闻不问，掉头走了。啊，这是凡夫的慈悲心。所以不是小乘，啊，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跟六道凡夫还有爱见，没有看到众生跟我是一体，没看到。啊，这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了，他们看清楚看明白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迷惑的众生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不觉悟的时候不知道，觉悟之后了，哪能不帮助的道理？
啊，尽行受，放下万缘，为这些苦难众生服务我。啊，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要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六道轮回，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是暂时帮他离苦得乐，不是永恒的。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了，永远离苦了，往生极乐世界，永远得乐了。离苦得乐，究竟圆满。啊，这是真正慈悲呀！啊，大慈大悲呀！用什么方法？方法里头还有理论的依据，凭什么道理？啊，我们讲教学的理念，啊，教学的理念是知真正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烦恼就现前。啊，见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佛把它归成这三大类。啊，佛就凭着这个道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用破迷开悟啊，破迷苦就没有了，开悟乐就来了，就这么个道理。用什么手段？教育。啊，教育里的注重身心研究，要自己真干。啊，自己不干，别人不相信。啊，自己真放下了，别人相信。啊，叫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别人不相信啊，说你在欺骗他。啊，财色名利彻底放下，七情五欲彻底放下。为什么？那是烦恼，那是习气。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如果不肯放下，那什么原因呢？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得接受教育啊，要接受佛陀的教育。宗教教育的理由，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
在大乘经典里面。这一部经是大乘经。这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够用。为什么？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愿心。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就了。所以手段是教学。一切法不利教学。人是教的好的。我们做过实验。人性确实本善，不是假的。在教学成果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良心唤醒。不愿意再做不善的事业。潮州的谢总居然有能量在7天之内把人唤醒。我佩服。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是3个月，把这个小镇人性唤醒了。他只要7天，超过我太多了。我要向他学习。他用的方法非常善巧。这得我们学习。这种教学真正是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在7天当中。能帮助一个人回头，功德就不可思议了。7天能够帮助100多人回头，这还得了吗？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果报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他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做天王去了。欲界6层天。是他将来的住处啊。色界18层天。无色界4层天。28层天呢。他造的是这个业因呢。这果报真正不可思议。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帮助他的人，拥护他的人，赞叹他的人，成就他的人，都是天王的大臣。都是天上众生。那么这种果报，情执没有放下干净，真正放下干净的，他决定不想人天果报。人天果报再殊胜，也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一了，一切都了了，再没有后遗症了。天上寿命长。
还是有尽头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有到头的一天呢、啊，到了怎么办？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到了又往下坠落了，他爬得最高，再没有上面没有了，他掉下来就跌到地面了，就下来了。啊，那么六道众生都可怜，上上下下爬到最高掉下来，再慢慢又爬到最高又掉下来，这六道众生。啊，所以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佛是佛的教学从真心流露的，啊，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完了。啊，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谁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啊，参透了，无有一法，不是自作自受。啊，你不会怨天尤人，都是自己糊涂，自己迷惑。啊，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一听懂，啊，在那里猜测，问题就出来了。啊，这样的人多，很多很多。啊，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啊，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啊，不定，他修学就乱了。听一个法门还不错，听两个法门，他就怀疑了；听三个法门，他就迷惑了。啊，越多越麻烦。啊，样样都想学，不是乱了，心乱了，啊，方法也乱了，啊，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啊，他都学，他没有目标。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修学的目标。啊，一门容易得清净，容易得平等，容易开悟。两门就不行。啊，一个房间你想从两个门进去进不去。三个门更没有指望。啊，十个门二十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永远在门口打转，这就坏了。啊，这不知道啊，一多的关系。华严经上说，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啊，多是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个道理要懂。你只要进去了，从一个门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全得到了。为什么？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每个门都是，随便从哪个门，一门就进来了，你全得到了。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所以贵专呢、啊。你看海鲜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
转，转就是一。啊，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经都没有，他不认识，没有听过一堂经，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一句佛号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得到了。啊，无论哪个法门，你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跟六祖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一部都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自心流出来的。啊，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性里头圆满法轮一切经见性，这一切经就明白了，就兴起了。啊，所以一门即是一切门，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啊，一门就是无量门，一门就是八万四千门。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管从哪个门入，得到的结果圆满相同，不增不减。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学了佛了，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记住，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那我们要跟佛配合。啊，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放下了，真放下。啊，不再贪名了，不再贪利了，不再贪财了，不再贪色了。啊，七情五欲都是烦恼，都是枷锁，现在总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笔勾销，彻底放下，这是跟佛合作。我们自由了，自在了，再没有绳索捆绑，再没有人限制我们。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那轻易的就迈进了。啊，佛善教，我们善学，一生圆满成就。啊，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下面念老影回书，日本祖师所说的八苦未悲，娱乐为此。
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们离开十法界，这是悲。大悲，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大慈。那是娱乐。所以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也，故为大悲。真实心中流出来，那这个真实平等我们要认真学习，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要真实平等，对事对物啊，都要用真实心平等心，这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真实的反面是虚伪，平等的反面是有高下啊。虚伪高下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永远是真实，永远是平等。啊，平等里面就有清净。清净里头没有平等，平等里头有清净。啊，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学真实清净，再提升真实平等，再提升真实觉悟。啊，真是大觉。清净平等就是修得了。念这句话修什么？就修这三个。啊，这三心呢？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心，平等心是菩萨的心，觉是化身大士的心，就成佛了。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啊，为自己的心是虚妄的，为众生、为正法救助，这些真实的。为什么？法是真实法，心是真实心。啊，为个人名闻利养，为个人的财色名食是假的、虚妄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身，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身是怎么回事情？是念头，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不例外，通通是这么回事情。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全是假的。啊，众生可怜，认假为真，通通都在假象上
做活祭。真错了啊！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完全用真心，他们用清净平等觉，以这个为自受用，也用这个教化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真实的应用在生活上，工作里头，待人接物，得大自在啊，得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我们看海鲜老和尚表法，那生活多苦啊，亲近他的人看到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笑眯眯的真正看出他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发脾气跟谁红过脸，一生没有过这就是法喜充满。在这个世间表法，身心的受用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他每一天都在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出来，体会不到，真的，这就是境随心转。他用什么心？他住什么境会看的人能看出来不会看的人看不出来，我说着相了，会看的人见性了，哪有不自在道理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叫他把学佛、念佛做出一个榜样来给这个世间人看，让娑婆世间人看他什么叫学佛，什么叫念佛，你真看懂了你就会学了你看不懂了那慢慢来吧，来生后世总有一天你会看懂这个时间不定善根厚的人，福报大的人，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众生语言不同啊，我们的缘还得了啊要多想想我们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净土，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遇到黄连祖的集注，这还得了啊，又遇到圣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让我们心心坚定，再也不怀疑了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喜欢简单，喜欢省事，一句佛号就行了还有疑惑，那这部经，这一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可以帮助你坚定
愿心啊，决定要生净土，没有二话好说。坚定的心愿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啊，你的条件具足啊，啊，真念佛就往生。啊，会所里头说，八苦为悲。啊，这个悲真是平等的大悲。又引《涅槃经》说：“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佛出现在世间，三世是过去佛，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一切诸佛世尊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悲心呢？啊，像一棵大树的种子一样，它有根本。弥布，这叫密宗。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说，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那我们可以说，只要真正心愿之明，因有了啊，啊，有了因不行啊，还要本呢、啊。啊，根要是没有本，那这个根刚刚发芽，还没有长成一棵大树，发芽了。啊，这个根力量很薄弱，很容易被人摧毁。长成大树就不怕了，不怕风吹雨打了，根深蒂固，它不会动摇啊。啊，小的树苗不行啊，经不起风浪啊。啊，这个风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外面的诱惑。在考验你。啊，这就是要经教来帮助了。啊，每一天都在经教上下功夫，事出世间一切诱惑不为所动，我们很快这个树就长大了，就变成大树了。如果常常受外面干扰，啊，东风吹来了像西倒，西风吹来了像东倒，你这个树就不正，永远是歪的，是斜的，长不大了，长不好啊。啊，这个什么？这是要借外力。啊，外力就是人工，帮助你，把你扶正。啊，歪斜了，暂时找一根柱子把它抵住。我们看到种树的人啊，真的长大了，根深蒂固，
没思想。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要生智慧，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状况当中，我要防范哪些，最基本的读经，读注解，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希望无量寿经能念三千遍，三千遍能背诵了，念了的注解至少要看三十遍，这分量很大，三十遍能帮助你断疑惑，微细的疑惑都断掉了，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改变了。事出事法你都能应付得了，你能够听一切经，能够学一切法，不为他干扰，那就是决定不干扰，不破坏我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看得多越多，坚定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你看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一心道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漏掉的是什么？不相信，信心动摇。学什么我都可以学，信心不动摇。然后你所学的，帮助你信心更坚定。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广学，为的是什么？为了专攻广学不是说你学一门就想修一门，不可能的事情。学尽无量法门呢，还是我这门好。我这么说，我肯定有把握做到。我决定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你全得到了，圆满证得了。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多门即是一门，归到这个信愿持名。信愿持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你要认识你不认识就坏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因慈变，从慈心起说，同学们学讲经不少，为什么你没有学成？你没有慈悲心。你学讲经
里头夹杂着明文理啊。所以学了十年没有进步，还在原地踏步啊，没有放下你的身见、边界、成见跟邪见，所以你没有入门呐。五种见惑断掉了，才入佛门。小乘证虚陀洹果，大乘实性位的初信菩萨，虽然是最低的这个位置，但是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啊，你是真正佛弟子啊，这才是真的啊。受戒再好的戒师给你受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说你得戒了，你得的什么戒？你自己好好问问呢，反省呢，你得什么戒？啊，不杀生了，你得到吗？没得到。为什么？虽然不杀人，我还恨他，那这就不行了。你要用慈悲心待他，你怎么可以恨他？啊，你怎么可以怨恨呢？啊，虽然不要他的命，要给他受一点罪，这个都是错误啊！啊，你障碍他，你限制他，啊，他能不怨恨你，这不错，有一点点修养，这不是持戒。啊，持戒的人是什么？连怨恨的念头都没有。那叫真正发心了啊！不偷盗是不偷，占便宜呢，还有心占人家小便宜。占便宜就是偷盗的心啊，盗心没断呢。啊，还有贪著。啊，是自以为是啊！我的法门殊胜，你的念佛法门不行啊！那这是什么？这是断人法身慧命，这是杀戒里头最严重的啊！杀人生命最小啊，杀人慧命最大了。啊，别人走这个门，这个净宗法门是一条好路啊！啊，你的花言巧语，啊，让他对净宗起坏心，啊，来修你的法门，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成佛？他这一生成佛不了了，你害了他，比杀他的罪还要重，你断人法身慧命。条条戒给你分析，然后你才晓得你一条戒都没做到，还自以为是啊！所以学讲经要讲得好，真学，真学菩萨啊，持戒从哪里持？敬业三福是戒律的根本呐、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孝亲尊师
落实在《弟子规》。你瞧不起《弟子规》，小看了他，你没根。啊，你学佛没根，你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根，你怎么能学好？啊，所以学了几十年，遇到些外援很容易动摇。为什么？你没有根。啊，风吹你就动了，你就挡不住了。啊，境界风动就乱了。不容易啊，跟一个好老师，什么时候能独立啊，跟稳了，跟没有稳不敢离开老师啊。我跟李老师，老师叫我是给我约定的五年决定遵守他的教诲。啊，希望我五年把根扎好。我五年真的受用，但是感到不够。啊，所以我自动跟老师报告，要求老师，我继续再五年。老师笑起来。啊，我遵守他十年。啊，后面这个五年，我国外的缘成熟。啊，每一次出国弘法，回来之后，一定向老师报告。啊，把感想心得都向老师报告。啊，求老师指导。啊，遇到这些困难要向老师请教。啊，这些困难以后再遇到如何能够化解。老师是我们靠山的。啊，十年之后老师还在。只要老师在一天，我们就要清净一天的。啊，老师不在了，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开示念念不忘了。感恩老师的恩。啊，要把这个传给后人。学佛了，第一个感老师的恩，第二个感护法的恩。啊，没有护法，我们不能成就啊。啊，护法是给我们营造修学弘法的环境。啊，要有人真正对你理解，来帮助你，成就你。啊，我得到韩馆长30年的照顾啊，没有这30年照顾，早就没有了，哪里还会有今天？啊，护法之恩不能忘，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老师是指引我们的路，护法是陪同我们走出这条路。啊，源头照顾。啊，所以我相信世间有好法师。
有再来人呢？啊，为什么埋没了？出不了头了？没有护法。真正原因在此地。啊，所以我常常说，护法的功德是圆满。护法像学校的校长，他办学校，他做校长。那我们是学校的教员，啊，他聘请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在这个学校培养学生。啊，功德他的，不是我的，我替他服务。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要明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教学，是为怜悯众生，跟佛一样。那教学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有这个能量吗？有，从哪里来的？佛菩萨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要把利益介绍给别人。有缘人，什么有缘？他能接受，他真肯干。啊，没有缘的人也介绍给他。让他阿赖耶识有个种子，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他会生欢喜，接着再干。啊，这都是大慈大悲，绝对不为自己，自己只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要了，啊，我们才得自在。 啊才真正有一点小智慧。啊，放下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就这些东西啊，统统放下。啊，下面说经言素语，依此起说明言辞辩，辩是辩才无。啊，所以讲经教学没有慈悲心不行，得不到价值。有慈悲心得到三宝价值，讲的自然不一样了。啊，授法也，授是给我们传授。啊，法言者，如来无言之言。啊，如言这个地方说出来了。第一个肉言，第二天言，第三个慧言，第四个法言。第五佛言，法言菩萨所修的。啊，慧言是声闻缘觉小乘人修的。啊，法身菩萨有法言，究竟成佛则有佛言。啊，通常大乘经上说
八地以上，有佛言了。然后发言，乃菩萨唯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称为法眼。啊，照见一切法门的真相，那是智慧啊！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通达明了。比声闻缘觉高啊！啊，比三乘菩萨也高啊！法身菩萨证得的，啊，照见一切法门是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就是能生的自信，一切呢，就是所生的万法。一切皆一，啊，万法就是自性。一切皆一，一切一切，自性就是万法。这样说，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一是能生，万法是所生，一切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这就是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一切法门就是自性，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你修学就不难。啊，如果不适合，太难了，那修起来很费力气，啊，搞了多少年都搞不清楚。这个时候要觉悟。啊，这法门不适合我修，好像生病吃药，啊，吃了很久的时间不见效，赶快换个医生，啊，换另外换一种处方，啊，药要对症，一副药就起作用，药到病除，你病就好了。这是智慧，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法门。佛陀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见佛陀，佛陀教给的法门马上就见效。啊，为什么？佛陀证圆满的智慧，他能看出众生根性，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修过哪些法门，啊，对你过去所修很熟悉的法门传给你，你就感到很容易，啊，很有效果。道理在此地，
佛陀灭度之后，佛的这些弟子们，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他也有几分啊，他也能帮助我们选择，也选择得很好。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刚才说了连初果也没证得啊，大乘初性没有证得，换一句话说都是凡夫啊，凡夫选择法门没有把握了，自己在摸索啊。啊，好还好，佛祖慈悲，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门啊，阿弥陀佛的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能治的病，这个法门全能治啊，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你肯相信，你一生就成佛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能达到这个境界啊？要多长的时间呢？一般人念到功夫成片，如果他真的不怀疑，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天念十万声啊，万缘放下，顶多三年就成功了念佛好啊，别打妄想了。那佛念不好，这妄想夹杂在里头。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不怀疑，不怀疑真心、真愿。啊，这不怀疑，不夹杂，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不夹杂，最后不间断，这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清净心出来了，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得到了啊，这个清净心就是小乘四果的心，大乘实性菩萨的心很快成就啊，得到这个成就，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佛会来接你往生。啊，如果还在这个世间不想往生，为什么？在这个世间成佛快，比极乐世界快。啊，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这个地方是大风大浪啊，大风大浪你能够通过，所以说啊，古德讲的时候，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道理在此地啊，恶缘太多了，障碍太多了，你都能够通过，顺利通过，不受干扰，这个功德了不起啊！所以正德功夫成片，要是不求往生，自己还有寿命，再有个三年五年，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再有三五年，就能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和尚，我看光碟看得很仔细啊！我看他，他20岁开始念佛。他居住的条件圆满，没有欠缺啊，这个人的天性老实听话正干，秉性学习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最好的修学态度啊，他的功夫成片绝对不会超过三年啊！再继续往前进的事业心不乱，我估计他30左右的理业心不乱，应该40左右他就成佛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那么他还要住啊，112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的。给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佛法摔到基础，净土中遇到大难了啊！许许多多人在回报啊！反对夏莲居的会解本，反对黄念老的记住。反对我们依这个法本修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外面反对，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也反对啊！甚至于逼着我，要我放弃。修净土可以采取康僧铠的本子决定不能用夏莲居的会解本我的回应，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本子。为什么？这本子老师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我对老师有信心你们反对可以，我不能反对，我要反对那我配背思叛道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叫我学习，叫我乘船，我怎么能违背？哪有这种道理所以我能坚持，我没有动念头难得海贤老和尚最后这一招为我们这个表法他拿到
这本书啊，大概就是阿弥陀佛教导他，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啊，这本书终于他看到了。啊，有人送给他，他不认识字，你们带的什么书啊？人家这个书叫若要佛法性，唯有生战生。啊，跟佛所讲的一样，真遇到了。往生的时间到了，无比的欢喜啊，他表法圆满了啊，穿袍大衣，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他生平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照相的，就这一次啊，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啊，自在走了，功德圆满，我们的信心更足了，我们没有走错路李老师传我这个本子没有传错人，我能经得起大灾大难。那用什么方法呢？大人，大人能忍呐，啊！最后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还要不相信，那就没救了。这不能不懂啊！啊，所以法眼，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会所里都说佛道真见名为法眼啊，佛道成佛之道，正知真见，这叫法眼啊。无论什么法门，只要你持之以专，持之以恒，都有一定的成就啊。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经营所缘，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应机施予而度脱之。这后头几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由上可见，这些话下面的话都是念老的话啊。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众生种种根器，现在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能接受什么法
啊，所以啊，善知一切救度之法，法一定要应机啊，不应机，说了等于没说。为什么？他不得受用。佛法乘船不是知识，是智慧。那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自己不能度错，哪有能度人的道理？度人一定先度自己，啊，自己学佛得真实受用，说话就踏实了，说话就肯定了。为什么？没有怀疑了。啊，自己还没有得度，半信半疑，你怎么能教别人相信？这是善知识难求啊，善知识很难遇到啊。啊，遇到善知识是缘分的。啊，我的这三个老师大缘分，少一个都不成功，我都不能成就。啊，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我们误会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都不碰它，没有这个念头是去碰碰佛教，没有。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啊，老师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啊，老师教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嘛。啊，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这么介绍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入门跟他别人不一样。啊，我在这里认识了，明白了，缘很巧，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老师。啊，这是个专门学佛的人。啊，方老师不是专门学佛的。啊，他读佛经，发现佛经是高等哲学。啊，我遇到张家老师非常有缘分。啊，徐氏的姻缘，啊，见面生欢喜心，老人非常慈悲，啊，慈悲舍受了，不是慈悲不能舍受啊，啊，也是一个星期，给我最少是一个小时。啊，多这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我学习疑难的地方向他请教，听他开始。啊，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我跟他65岁，68岁过世的。啊，那么再过一年，我辞掉了工作，啊，专心学佛，
跟禅云法师住茅棚，住了半年。啊，禅云法师跟朱金洲老居士两个人，啊，推荐我亲近李老师，啊，跟老师去学教。啊，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愿望。啊，那个时候依旧是把佛经看作哲学。啊，跟李老师十年。啊，这才转到佛陀的教学，啊，知道佛教是哲学，也是宗教，啊，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定义来看，它是真的宗教，啊，中国人这个宗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有教育、教学、教化。那么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重要的教育。啊，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么大乘佛法完全符合。啊，中文里的这个宗教的意思，佛教完全符合，它真的是啊主要的教学，重要的教学，啊尊崇。尊崇的教化，啊，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又还有高等科学，啊，这是近代这个20年来量子力学家新发现的报告，在佛经里头完全都有。啊，所以现在这些哲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物质的谜揭穿了，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现在出的心理现象的谜还没有完全了解。啊，我们相信再过20-30年这个谜底也会被揭穿，宇宙的奥秘啊，在佛法里阿赖耶的三细想啊，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三细想用第六意识的人可以达到啊，但是他不能见性啊，不能见性就是事实真相的了解，你不得受用啊。你要是见性的话得受用，那就是佛菩萨啊。不得受用，你了解了还是凡夫，比不上念佛往生净土啊，念佛往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事实来讲完全通达明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啊，所以教学要应机施予而独特之，这很重要啊。
如上之智慧呀，解明法眼。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